你把那么多钱放在你总那儿，靠得住吗？当然靠得住啊，他那个项目很大，而且倪总跟我说的非常直接，至少能赚出半套房子钱来。阿超这么说的话，年底就能买房了？嗯。北川，我就说你行的。嗯。陈先生您好。白姐。我听说明天 VIP 客户有线上活动啊。是一个顶级珠宝的鉴赏活动，还有一个小型的拍卖会。您是一个人来呢，还是结伴同行啊？我一个人。其实活动什么内容根本不重要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怎么样？不知道明天有没有这个荣幸，能请美女一块吃个饭啊？啊，可以说。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活动主要是我来负责，我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不过不行的话，我们下次我来请客好吗？好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太好了，年底就可以买房子了。哎，樊姐，嗯，明天活动的事儿都安排好了，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放松一下？不了，好几天没陪我男朋友了，答应陪他。干嘛又陪男朋友去烛光晚餐呀？新开了家日本料理，刺身特别新鲜，我答应他跟他一块吃的，胃都订好了。美女就是不一样，哪像我们呀，回家还得做饭打扫，整个一黄脸婆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。那我走了，潘姐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在市场啊。我不是答应你要给你做饭吃吗？我准备买点鱼月虾什么的，你还有什么？哎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在家等你啊，拜拜。老板，有什么鱼啊？小美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呀，哟，做饭呢？哎，不是说给你做饭吗？你要买的东西都买了？嗯，我得看看。哎呦，行了，你赶紧去洗一洗啊，收拾一下，准备吃饭吧。嗯，我陪你看。看什么？有什么可看的？你在这儿，我做饭紧张。那要不我给你打下手，给你切葱。哎，别，你穿成这样，你就别在这儿杵着了。哎呀，一会儿把衣服弄脏了，快点。哎呀，来，来，周末愉快。嗯。小美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鱼啊？我认识你多久了，我能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？今天是中西合璧啊。嗯。哎，米饭呢？你焖饭了吗？我就说忘了件什么事情。那怎么办啊？这下苦了你了，反正我晚上是不吃主食的。那行，我今天把它全吃完。好，快尝尝好不好吃。尝尝。嗯。好吃好吃，我尝尝这个。来吃鱼。嗯。哇，太好吃了。你这段时间辛苦了，这顿饭就是犒劳你的。小美，你辛苦了。回欢乐颂？对啊，我想趁天亮看看他们在不在附近。哎呀，见不见到有什么关系呢？既然他们帮你处理的都挺好的，你呢就在我那儿安心的住着，直到确保他们已经回老家了。你反而现在回去很有可能被他们发现。哎呀，回去回去，我把我哥的房子卖了，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啊？该来的提早来了，我不亲眼看一眼啊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哎呦，我也跟你说了，我已经让我的朋友去关注你兄嫂了，你啊就别太操心了。你看他们现在没钱，他们能蹦跶到哪儿去？穷凶极恶你知不知道？人穷志短你知不知道？
光脚怎么怕穿鞋的？我哥那些人你根本就没有打过交道，他们已经在外面流浪半年了，房子没了，监狱也坐了，我真怕他们再干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情来。王麦川，你给我快点，你越快越好。我真受不了了，一个大活人摆在这儿，我跟你说，话不会说，眼珠子他都不会动，我晒得疯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爸大声说话都不敢，万一有点三长两短，你说我跟你爸那算什么呀？妈，您先别着急，也别动他，我就给您想办法啊。你别说动了，我根本就不敢动，他们把人摆在哪儿，那人就在哪儿放着呢，我们这都绕着走的，那门也不敢出啊，你出门出了事儿，你说算谁的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别跟他在一块儿，你别跟他在一块儿，你就是不听啊。你现在好了吧？叫你分手你不分，我跟你爸早晚死你手里。行了妈，你也别哭了，我现在就给你解决。小美，你说说，我爸我妈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喂饭喂药，你爸现在那种情况，不动都快出问题了。你哥你嫂现在这么做，无非是要讹我们家吗？你说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他们现在明摆着就是想逼我回去，逼我去你家把人接走，以后他们没钱了还会再玩这一套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是我男朋友，你不帮我想办法，你逼我是不是？那现在咱们得想个办法呀。有什么办法？你来想办法呀。我们总得想出个办法吧。樊姐，你哥跟你嫂子实在太过分了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呢？你爸还生着病，直接把他扔到了王总家，你说这要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？是呀，出了这种事情，阿姨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，王总的爸妈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病人，万一他们照顾不好，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们就不害怕呀。他们压根儿就不怕，他们这不是胡闹，纯属就是恶毒嘛。报警！报警！报警又有什么用啊？你看你哥你嫂，一没砸，二没抢，这警察要是一说自行解决，你怎么办？啊？我妈都快急疯了。是啊。警察去也没用啊，你爸都病成那样了，警察也不敢怎么着。而且就算警察来了，帮着把人送回去，过几天樊姐的哥和嫂子又把人给扔回来了，这根本就没办法呀，这就是无赖。王总，你帮帮樊姐吧，现在这儿只有你能帮樊姐了，拜托你帮帮樊姐吧。你让我怎么帮？我怎么帮？只要不出人命，怎么帮都行。怎么样？赶紧想办法吧！说想就想呀！怎么了？哭丧不丧？欧耶！现在江律师也不管用了，只要你哥把你爸往家门口一摆，谁要是敢踏进来，立刻出人命给他看。你爸现在是你哥的核武器哟。如果找人把你爸爸接到市区一个完全没有人知道的房子，然后请一个阿姨照顾他。这样的话，你哥哥还能挟持他吗？他哥嫂能干出这种事情，你真的觉得王家门口会没有人埋伏？三班倒盯着呢，就当上班赚钱，看谁先崩溃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直接抢人啊，找个开车好的人，随便上哪条环城路，把他们甩掉。跑掉和尚跑不了庙，你倒是先跑了，让王家怎么做人啊？万一樊大姐的哥嫂找上门去，告他们绑架、拘禁，怎么办？啊，就算警察不受理，邻居怎么想？现在面前就只有一条路，樊大姐，割地赔款。我就只能妥协了吗？啊，我就让他们这样欲取欲求，我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吗？我不骗你们，我现在我杀人的心都有。这事儿我也想了一下，你哥的目的很简单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哥无非想借我把你逼出来，要么这样，今天晚上我连夜回去，我找几个朋友把你爸送回去，只要你不出现就可以证明咱们没什么关系，你哥嫂就不会抓住我的小辫子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把你爸安全的送回家，这件事情只能这么做了。王大哥，你不会天真的认为你真的能撇清关系吧？
如果你真的找几个兄弟暴力把人拉回去，势必就会跟樊姐的哥嫂发生拳脚接触。只要你回上海，你爸妈一落单，以他哥嫂那德行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爸妈吗？再说了，除非你真的跟樊姐断了，否则这关系你觉得能撇得清吗？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把你们家撇清是吗？我懂，我不问你。小曲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有办法你也不敢做呀。像你这种只敢抽枕头不敢抽电脑，放个大活人在你面前连巴掌都不敢甩过去的人，有办法也等于没有办法呀。问题是我找个自来水管先打回家去，把家里的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、灯泡、窗户全砸光，然后再把你爸接回去，告诉他们以后要是再敢欺负你爸，这个自来水管扎他脑瓜子上砸，你敢吗？这件事情除非他自己亲自做，让我陪着他做，或者我自己单独做，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会连累到我爸妈。哎，这话说的对，王大哥呢只能帮你做两件事，一件事就是帮你当苦力，把你爸搬来搬去，第二件事呢就是帮你出钱养活你大家子老小。小曲说的第一件事情我正打算做，第二件事情和你一起养你爸妈那是应该的，但是养你兄嫂而且还是被胁迫着养，小美我真的做不到。现在问题是要想先养你爸妈就得先养你兄嫂，小美我现在我想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今天晚上先把第一件事情做了，看看结果再决定下一步。好，先把你家撇清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，王大哥啊，正好呢，我最近失恋，没什么事儿干。你要是真的回家的话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啊。你去干嘛？还能干嘛呀？帮忙呀。我去假装你女朋友，既然王大哥跟樊大姐已经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，我去的话正好能帮你撇清关系啊。